咱就是长这样吧，把你堵起来，堵起来，好了，挖个铁矿等你。要爆掉了，要爆掉了，哎，要爆掉了，好啦，顺便回去做了，还好我下来没有很久，上回去做个铁镐啦，没有铁镐不能挖金矿哎，那我这么急的冲过来干什么的？搞笑吗？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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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失败了，不是这样子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。诶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走错路了，走回去。事情的发展不是安内啊，看到鸡就觉得自己走错路了，是不是？噔噔噔。我是要走另外一边呐，这些香菇都骗我，是走这边才对。喂，跳上去。我不接啊，我不接任务，我为什么要接任务？我不接，还给我一个任务，我不接嘞。不接任务啊，接什么任务？不接。喂，跳上来。随身带合成台，当然不要啊！我的合成台都是做完就放地上，做完就放地上。合成台就是我，哎，走过头了。合成台就是我的路标。喵！我回来干嘛的？忽然忘记了。我回来干嘛的？我到底回来干嘛的？我回来，哦，我的铁镐了，想起来了，想说我回来干嘛的？想说，我到底在回来干嘛的？都忘记了，忘记我的目的，人生没有目标。做两只铁镐，这样子做两只。好，你说什么？村民也要命名哦？洞窟放合成台可以啊。可是铁锭就放在家里啊，还是要走回来啊？主要是因为铁锭放家里啦，所以才走回来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，好不好？回去找蘑菇牛，不要，蘑菇牛那么难找，那是十大稀有动物诶，何况我这是自然生成的地图，蘑菇牛又更少了。自然生成的地图要找到蘑菇地形都不容易了，还找到蘑菇牛。办不到，对不起，不是走这，走这里才对，才探索一点点而已。哎呦，没有，我不是忘得一干二净，我是现在不想做。下面好像很深欸，感觉好像有东西欸。没有，真的还假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都是得？没有，算了啦，走回去啊。我也不喜欢在洞窟里烧东西。如果我要住在洞窟，可以考虑。可是我不喜欢，我都已经有家了，就要回家烧啊？为什么要在这里烧？有家就是要回家烧啊，享受有家的感觉。对不对？苦力怕，苦力怕。钓鱼啊，又钓鱼！擦火把，走这里。有家就是要有家的感觉啊，回家做事啊，我的工作坊，我都有工作小铺了。前面有金矿，看到金矿在闪闪发亮。因为没有控制杆杆，所以会挖到金矿，是不是？没有控制杆杆之后，幸运大开有没有？我平常都是把我的幸运存在那个控制杆杆里面。没有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这样子再做一点出来，做火把，不行，好，继续可以继续走了。这里真的也有来过诶，里面没有，诶，两边有差，中间没差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走这里，嘿，走这里耶！我这一次要走岩浆上面。呜呼呼，解开封印吧！我把我的灵力都存在那里面。现在灵力释放，金矿大开。说明他是因为我死了，所以赔给我，好不好？这叫赔偿，演出费用，好不好？因为死亡，所以有演出费，好不好？演出费就值几颗金锭这样。演出费啊，演出辛苦啊，谢谢秋风，然后就得我一点点钱这样，微薄薪水。这水差点把我推到岩浆里耶，太恐怖了！把这水先弄掉了。喂，这里倒水桶，感觉前面就有好东西。诶，我看到钻石了，我看到钻石了。啊，果然有好东西，就这样啊，有好东西。我的丝绸之树的搞搞喷掉了啦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现在只能直接挖了，没有办法存定存的啦。没关系呀，能直接挖也是很好的事情。星运大开，我解除封印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啊！封印解除了，哦哦哦，六颗了，六颗了，哦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啊！苦力怕，再炸嘛，再炸嘛你，哎，跳不上去，再炸嘛你，真是的，走了，怎么这不科学？这超科学的好不好？岩浆旁边就有钻石啊，再自然不过了，再自然不过了。存好运，我把好运3年的好运都存在这里，存在刚刚那根控制杆杆里啊！现在爆发了啦，被炸开来了，爆炸了！我再去其他地方了，我觉得其他岩浆也有，这里有好多岩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那是什么？我差点走过金矿而不挖，我差点走过金矿而不挖，这实在太猖狂了！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做这种事情。有啊，我有附魔台啊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等级。喂，这里好了，对了，差不多了。我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要把东西运回去再高兴。我先不要提前高兴，这里感觉没有哇，就是一个岩浆池而已。幸运大爆发欸，走这里好不好？看一下，跳上来，这里欸，这里没东西哦，到底哦，要回去哦。biu biu，这里我也来过了嘛，我来过了，这里我来过了，这里都来过了。走对面，走对面，这里欸，这里也来过了。所以这里也挖完了，洞窟已经耗竭了，矿坑耗竭，资源这么快就匮乏了，结果都来过了，我去另外一个了，另外一边刚刚有看到，另外一边有看到那个，看到黑黑的，这里，可以，哦，有金矿，好多哦，超多的。金矿很多，刚刚走了这么久都没有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多？为什么我刚才在外面走了这么久，找了这么多洞窟，连个峡谷都没有？应该说连峡谷都没有金矿，为什么现在这么多？太不合理了，不合情不合理。太夸张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诶，这真是让我有点吓到欸，也有点吓到。哎呦，有人打电话，没空啊，没空啊。哦，
先苦后甘。啊，通通挖回来了，该挖的都挖回来。我现在有17个金矿。这里又有诶、欸，又有一个水流往下流，走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我来过了，走来走去都是来过的地方，这里我来过了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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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没东西啊，来过了没东西，很安全，没事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我不是在忙吗？你应该知道的啊。好，拜拜。那如果晚上回来再跟你讲。喂，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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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我走到哪里了啦？我忘记了啦。我走到哪里了？哦，我要走上面哦，想起来了，哦，来闹场的真的是，打电话来闹场，诶，这里啦，我要走这啦，走这里，走，感觉这里有神秘的东西，哎呦，哦，又是不一样的新天地，有新天地耶，哎呦，有新天地耶。这里是什么？又是一大片，这太夸张了！哎呦，终于啊，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，我们朝思暮想就在想这些东西，朝思暮想，就在想说哪边有一大片的，一大片，哎，哪边有一个很大的洞窟啊，可以让我挖这些东西，挖到爽，挖到爽再回去。挖到包包都满满的哦，钻石喷不用钱，喷不用钱呐、喷不用钱，11颗，我们继续走，我觉得这里一定有，一定还有，在等着我们，钻石在等着我们，喂，这里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喂，哦，在前面，在前面。感觉前面就有好东西，诶，有草诶，这里有草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里还长草哦，我可以吃草吗？这里还长草嘞，是什么？这里都已经这么你下面了，再长什么草啦？长什么草？把金矿全丢岩浆，干嘛丢岩浆？你先丢，我再丢啊，干嘛这么辛苦？拿挖到就是要用，不要浪费，好不好？喷掉已经很浪费了。这里刚刚那个长草神草，长草就是不太正常。那个洞窟有神鸡，还有神草，有没有？都很神，他们都很神。前面有金矿，再挖走，挖金矿走。哎呦，掉到岩浆里哦，这一颗真的掉到岩浆里哦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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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把你们全部都拧。我的一颗金矿掉到岩浆里了，太可惜了。金矿一粒粒掉到岩浆里，太委屈了，太委屈了。少了一颗金矿，本来有4颗了，只剩3颗了。这里没有了，擦火把，没事没事，走人。哎呦，雷电苦力怕正常，那个也是十大，不是十大啦，那也是很难遇到的生物了，正常来讲都不会有的，那个要被雷劈到才有被雷劈到，你平常会被雷劈吗？不会吗？那还要让苦力怕被雷劈？太可怜了，没有，已经挖完了，枯竭了。我要变富有人啊！我不要再当穷光蛋，我要当富有人。